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真欢喜啊！今日节目中邀请了这个吼，咱高雄市凤山区的市议员参选人吼，林智宏，林智宏，凤山要红吼，凤山要红啊，林智宏的对吼，来遮和咱大家来做认识啦吼啊！当然啊，真欢喜，咱冇听众朋友啊，算讲甲阿南讲啊，算讲阮伫凤山伫街啊路吼，啊，就看到智宏吼啊。底下安尼，底下诶，对本身车啦吼，咧骑路头吼，甲阮拍招呼。啊，阮有看到伊个看板，看到伊个扛棒，啊，阮足想要去做进一步认识。啊，伫电视有那捌看过啦吼。啊，所以讲咧，啊，今仔日真欢喜来到节目中吼，啊，来介绍伊，互咱了解。啊，相信吼，咱嘛凤山区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认识啦吼。啊，直到2018年啊，高雄市诶，这个议员选举吼，有那加竞争吼，张自由时报我看到真激烈啦，讲参选爆炸啦吼，啊，足侪新人出来，啊，到底要选对一个吼，啊，如果听众朋友啦，要知影对一个，要怎么对一个，啊，咱得甲邀请，爱得无啥气嫌啦，咱熟悉吼，咱就上那即个吼。捌邀请过即个吼凤山区个有，也是讲北区个嘛有吼，所以讲咱今仔真欢喜吼，邀请了即个志宏啊来到节目中来遮啊，咱请志宏吼啊来自我介绍，互咱认捌一下。感谢感谢阿南哥吼，南哥啊，甲各位咱个听众朋友啊，大家平安啊，大家平安，大家好啊，我是凤山耀宏林志宏。嘿，是真感谢吼啊！相信咱伫大街小巷那看到伊个扛棒啦吼，爱要参选到凤山区个议员吼，凤山区甲看起拢总有76里吼，真无简单啦吼啊！安尼有时啊在时啊看到，下晡时啊看到伊来啊，请伊自我介绍一下吼啊！当看到我甲看起来吼，伊个行政一个吼经历真丰富吼，唔难讲少年啊，少年出来讲啊，少年囡仔会向创啥？其实吼伊。伫地方啦吼，也是伫即个市政府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服务，啊嘛曾经吼，捌互即个辅助过即个单局单市长吼一段时间伫高雄市政府服务，啊，咱请伊来甲咱讲一个伊的即个学历加经历安尼。是，感谢阿南哥吼，会当互我有即个机会甲听众朋友安尼来交流，啊嘛分享啊我的一寡过去。伫迄落，唔管是伫民意机关，还是讲伫行政机关的一寡经过，啊，甲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嘛，甲阿南哥报告。我今年三十，哦，拄过年啊，拄过新年哦，应该是算34岁，哦，啊，训练15冬，啊，我是为学生时代，我是台东人呐，到高中毕业了，来到高雄啊，读中山大学，迄当时归读大学时阵。啊，就是一个摇旗呐喊吼，参加这個、真济诶活动，迄东西拄着阿扁总统去选举，吼啊，迄东西做青年军吼活动，啊东西啊，迄东西实在着赵天麟，迄东西是做议员，啊，伊就无去嫌，啊，就讲吼，咱对政治哦有活动有一挂兴趣，也是讲理想诶少年人吼，有一挂舞台混诶机会，所以讲迄东西拄开始，我18、19岁诶时阵。先伫即个赵天麟，伊做议员时阵办公室做工读生啦，自工开始。为做啥物开始呢？为做即个搬水开始，搬水啊开车开始啦吼。啊嘛有参加着即个过去咱老市长蒋中正登记有一个学生工作队诶训练营，吼新文化工作队诶安尼参与。啊一路啊了天麟选议员啊，迄东西总统大选，故拄着着蒋中正选总统，拢有伫参与。一直到这个2012年，就是赵天麟在选立委，就是甲邱毅在拼迄届，我就做竞选总部发言人，啊了选掉啊，我就对你去，对你去这个，立法院两党的时间，啊了当局市长就认为讲吼，要这个荷兰较侪训练，就啊请咱去市政府内底做秘书，啊做研考会秘书、新闻局秘书，啊了。嘛，伫即个当个市长竞选第三任的市长，即个合并了吼，第二任啦吼，市长的竞选总部内底担任即个文宣副执行长，啊嘛做发言人，会安尼工作。了后就是有机会，有等于市政府内底啊做市长的秘书，啊了我想要伫公职内底，即部是新闻局的主任秘书，啊即届就是就听委员的推荐，啊当个市长鼓励，啊就参选。洪山的议员，啊嘛，唔忙咱坐坐咧，雄心时代会当，互咱少年人一个机会，互咱有一个发挥，
安尼诶机会，感谢。嘿，对吼，甲听起来吼，啊，即其实吼，啊，过去的时代啦吼，差不多即十五万年来吼，啊，包括讲真侪少年囡啦吼，啊，即几当有啦，前几十几号、十几当前有人吼，因为可能迄阵政治的关系，无爱有少年人插政治吼，啊，就真侪人讲吼，少年人好啊，读册得，以后好好啊，做事业得好，卖出来插政治啦吼，啊，其实吼，即其实吼，即是唔对啦吼，应该爱吼，有人勇敢出来插政治吼，啊，认为。讲啊，这个要改变这个社会吼，啊，当然得为政治下手啦。吼，迄阵有一挂声音来讲，介绍的人卖插政治，啊，所以讲咧有真侪人就拢无插政治，所以讲咧变相讲，这个社会是咱无爱政的社会吼，所以有唯有着这出来吼，改变社会吼，出来插政治。除了讲啊，咱本身有哪有学习？啊，对政治这条路哪有兴趣啦？吼，安尼出来吼，咱就看伊的从政的路，啊，看即马的。啊，先讲几位，即个吼有去市政府历练过吼，啊，佮有伫即个国会，啊，佮有伫地方来历练。啊，其实甲看开伊的即个行政资历，照你讲吼，应该是讲啊，想讲即摆民进党在已经执政啊咧吼，啊，伫地方历练应该为中央去哩啊吼，啊，比如讲去哩中央有正侪部会吼的所在，当去即个担任着要职啦吼，啊，以后着变大官，算讲，但是志宏无啦吼，伊选择吼，为地方开始啦吼，我甲看伊咧，即、這個、对喷射车吼，啊，其实对喷射车嘛是会当一种诶，即个吼听出人民的声音啦吼，想讲有关，想讲啊，咧对喷射时阵，啊，即个议员参选人来，哇，即下有啥物款问题甲伊讲吼，所以讲真好啦吼，安尼来即个参与伫即个政治啊，为基层选起吼。啊，所以讲这嘛是一种真好的历练，真少年啊，但是伊的这个行政资历吼，真丰富。好，来啊，来讲一咱拄只吼，来讲伊的这个学历啦吼，伊的经历了后，啊，即马来讲点吼，因这个吼啊，这道啊，人家这个赵天麟吼，咱在讲赵天麟是过去伊的老板嘛吼，伊的头家，啊，即马头家有哪准备要参选到这个市长吼，有哪真竞争真激烈，然后伫高雄市吼，五位拢真优秀。啊，佮佮来讲吼，啊，伊所谓的天团吼，啊，因天团有一个新经济的这个吼啊理念，是啊。啊，甲咱说明者，讲啥叫新天团呐？吼啊，咱是伫咧表达啥物货？啊，咱知，咱嘛知讲，因有一个慢跑队啊，有哪真够走吼，啊有哪真创新呐？吼啊，讲伊着走马拉松诶，即个方式啊来，互人民熟悉来拜别来，咱即马请志宏啊来讲因诶即个新经济诶概念。感谢阿南哥，先回应杜家阿南哥讲着一个吼，就是过去吼，可能长期来讲，拢认为讲啊，少年人读册就好，恁若读册就好，卖去插政治啦吼。其实吼，咱家己的经验内底是读册卖咱插政治，插政治卖咱读册。我即摆吼，过去读博士班，啊，过去我学的吼学历是海洋资源，较海洋生物啦吼。啊，研究硕士班读海洋管理。这东西就是伫政治嘛是一部分，啊专业的部分，啊嘛因为参与政治的工作，嘛认为讲吼国际关系、台湾的国际处境，吼啊加两岸关系、区域政治拢真重要，所以讲我们即马嘛伫读博士班，所以讲其实有安尼参政治工作的经验，啊对继续读册嘛是有帮助。啊讲转来，其实即马甲咱长期讲的这个就听委员推出这个新经济、新经济理念啦吼，成立大高雄天团，但天团的成员吼。哦，近节嘛，我来上过这部的三明区的张怡礼，好阿木嘛有伫周南区李雅慧代表这个家庭主妇的力量，嘿，啊有伫在地力量就是伫林鸿大寮黄玉林里长，嘿是，啊我就是伫红山区这个参选议员，那我是个这个天团的议员参选人，咱共同认同这就听你们讲的新经济理念，像咱讲新经济的其实高雄吼，不管是合并。真正合并以后，高雄其实这几年来，为甲中点做市长，到当局市长，啊，过去高雄管理其实余振宪吼，啊是余承岳英，啊到杨秋新县长，等等吼，其实这长久以来吼，大高雄地区去做一个阶段叫做转型啦，嘿，是，第一叫做登滚，就是刚刚恁那边导航规定啊，拢登滚啊，是，这都重要，关键。所以讲吼，因为这嘛是反映着讲，登记以来过去中央政府的产业布局，对南部吼拢是较重工业，吼高污染，安尼产业布局，所以讲真侪基础建设吼做无啥搞，所以讲伫甲中点开始，
提升这個海洋修道、哦、改善爱河的水质。啊，到这个当叫市长，移居城市，啊，过去伫公关的时阵，嘛杨秋新县长嘛，我滴正讲改造曹公郡，奠定真侪基础建设。啊，合并了，当叫市长开真侪时间，甲真侪困难吼，滴解决饮水的问题，所以起真侪治洪池。所以讲，你们讲，滴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是登过的过程啦，转型的过程吼。啊，不过咱即马就来想讲，二级阶段沟通要安怎咧？咱就要看到。其实，转型过程真侪坎坎坷坷，啊去面对。即马，三面保底的关系，三面外移嘛，那拄着即马就是经济问题。但过去这重工业区，随着有这些产业外移了，伊在工业园区，伊要安怎来升级？产业升级，还是讲要安怎转型？这种是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讲，这是第一问题，就是三面这要安怎转型嘛吼。啊，另外就是人口，过去高雄是第二名人口数。的瑕疵，即马去有台中拼过啊。那人口要安怎增加咧？好、哦，即马是按咱来后一阶段要面对的问题。啊，故即马都是因为咱南部都较跟咱是较水尾吼，东北季风来时，较尾包水，嘿，较尾包水啊，都、就是包括着讲伫中国大陆迄边埋害污染物哦，加上讲伫中南部加的这个。火力发电厂还是污染吼，不管是移动污染源、固定污染源吼，污染拢随着东北季风累积在南部啦吼，所以讲高雄吼，真侪每一个车站拢是风暴啦、紫暴啦、等等吼，风问题。所以讲我认为讲后一阶段的市场要去面对三个大问题，第一就是经济，第二是空污，第三是人口增加，这是环环相扣、哦。就是讲经济变起来，吼新经济是啥物？就是讲过去刚开始。就污染的啊，吼，哎、啊，是，嘿，刚才要退化的厂房吼，转型，是不是要加出一个上巧的、上智慧的一个新的产业，这个新经济的概念啊？比如讲，咱伫讲运动，过去，可能咱运动都是用强健体魄，吼、哦，体育运动的概念。不过即卖唔是啊，世界的潮流是，运动嘛是有会当创造经济产值，比如讲我记这個。东京马拉松，伊是全世界吼六大马拉松之一，一办一届，一年办一届马拉松吼，一届都有75亿台票，安尼收益哦、喔，迄是带动周边所有庶民经济都有产值。你看咧，世界选手要去遐来买机票，要去遐大，要去遐消费，这个带动迄个城市的经济。那未来高雄马拉松有嘛有，算讲行之有年嘛，今后真大定位安尼马拉松赛，干不当未来加最。世界马拉松，那个满贯赛事之一，好、哦，这嘛是一个方向，运动经济嘛，当产业化，但那观念未来安内改变。那故艺文啊，那款濑户内海艺术季，哦，那款世界真侪国家办这艺文活动的时阵，拢吸引着全世界真侪爱好艺文的活动的这些人去遐参观，去遐参观就会带动消费嘛，爱大嘛，有机票嘛，啊，有去亚细亚买物件食嘛。啊，地方的这特产诶去消费，啊来参观安尼艺术季，这种吼、哦、过去可能是刚才是办一个活动的概念，其实渐渐新经济概念就是讲，把所有一旦吸引人来去活动，变作是国际观光的活动，嘿是，一旦和国际观光客，啊台湾吼、哦、就是各县市的朋友一旦来高雄加佚佗，其实这都是新经济上大的概念。嘿，是我想吼，特别伫志宏即区要选红山即区吼。我过去我讲红山，我的概念我是先用那个讲解红山，但是红山我的概念就是讲、啊，做只阿兵哥，因为只有军校，只有部校吼，啊，只有军营吼、维稳营吼。但是即马已经拢改变去啊啦吼。咱再讲红山即个所在吼，伊有即马有即个文化部设一个即个流行音乐中心伫遐，吼，啊，即马佫有即个吼，正正正正建设拢伫个家啦。吼，所以讲参选啊，这个议员真重要。有人讲议员，你会当做啥议员过来的、啊？然后，唔比讲这做市长，还是讲做立委，会当伫中央政策改变。所以讲，伫这个区域来讲来参选吼，佮包括讲洪山吼，这個、过去的高雄县属伫县区啦吼。啊，县区当然含高雄市有一段的距离吼。所以讲，你参选者吼，包括讲拄着，刚拄讲着这个空屋吼，洪山遐边啊嘛是有真侪工业区，有大量工业区、大学工业区，啊，佮有这洪山，佮有包括过去的县区，算讲。较人口较老化的现象啦吼，啊，个阮即马是袂了解讲，啊，如果讲即个吼，即马人真严重，拄则讲个空屋讲过，个过幼儿啦吼，
这个育儿的政策，加人口老化啦，欢迎红双嘛过去算较管区的一个所在。啊，咱免啊来吼，啊，这议员免啊啊，针对建议政府啊好，督促政府啊好啦吼，安尼来做吼，啊，咱来当请志宏啊来甲咱讲伊的理念安尼啊，未来如果讲有机会。安尼经过着初选啊，个大选拢互啊，互人民肯定，啊，咱要安怎做？嗯，是，感谢吼，阿南哥会当安尼机会。其实吼，我拄开始伫参选的时阵，我拄开始第一项做代志就是讲，甲所有全红山区，不管蓝绿，不管政党啦吼，76个里长拢总拜访了一轮。是，啊，主要拜访的嘛是希望讲真正了解每一个。部落每一个社区都有什么款的问题，会当来收集当作以来问政的一个依据啦吼。啊，所以讲安尼行了，阿妈听真侪朋友安尼滴分享，还是讲滴抱怨也好啦吼，还是讲滴开讲讲什么款的问题吼，我就综合起来吼，我就提出凤山要红安尼概念。像咱讲咧，其实我上大的理念就是讲凤山城吼，啊包括包括到过去五甲啊、赤山古寮堡地区等等吼。其实这是发展真早，两三百年就开始有六零口伫遮聚集吼，迄种是故城嘛吼，凤山城城内城外的概念，真侪人伫遮徛起，真侪人伫遮做生意，真侪人伫遮趁食啦吼，所以凤山就是过去就是一个都心吼，所以啊，今嘛是凤山是全高雄上大区呢，有36万人，嘿是，包括着八八快速道路下开南凤山，到拄则讲的古雕堡、赤山吼，拢总是凤山区。是，所以红山有历史发展，甲即马上新，真侪人搬入去住的好所在吼。所以我提出讲，凤山要红，新旧共荣，然后应该更繁荣，就是搭配着拄只新经济的理念。如果即马即个阶段是登古的阶段，未来后一个阶段就是新经济、经济的阶段，经济的高雄，经济红山吼。所以新旧共荣要更繁荣啊，更繁荣要安怎做呢？其实我已经安尼真侪安尼行大料吼，有理出一些。看到一些现象，阿毛奇怪鬼位啦吼。我认为讲吼，凤山要红第一个就是红山溪吼，这是咱的这个算红山的生命之河、历史之河。你看，为交浅到红山到五甲，啊到这个南红山遐啦吼。所以红山溪都是孕育着规红山的真侪人伫徛起生活的一个诗吼。啊，不过过去呢，观念就是讲把迄溪水当作镇阁啊。所以讲吼，你看最近拢在旧年吼年底啦吼，12月都发生事件，就是顶油要去工厂啦吼，伊甲污染诶一寡食品工厂啦吼，也是讲做一些印刷厂等等诶吼，污染的水都排到凤山溪，啊流落来的时阵都变作是周边的居民受害呢。黑多少呢？我记者咧，就是我经常去行大，就是伫大东公园边啊，红山溪迄个流域，算还算干净哦。佮我去哩一挂的北门里啊，海光里遐时，哦，迄水拢是白色的，啊，佮会潮安尼。哦，迄冬天的时候佮会潮，你想讲热天的时候会热潮安尼。哦，所以讲，我认为讲，遐红山不是二等公民，是有水的所在吼。我认为讲要干净，还有清净，清净就是会当接近的意思啦。好，要接近。哦，所以讲，红山溪的整体。是一个从都开始一定爱做的代志啊，今麦政府一定是整治啊，希望各种加速进行啊。当然污染来自顶游工业区哦，嘛有都是家户的污水的部分吼，这嘛经常接管吼，这是第一个爱个洪山可以变个清气。一个我认为讲第一件代志啊，当然洪山嘛有就是交通的问题啊，看真侪路段吼，拢是真拥塞呢，我塞车塞到吼，大拢伫遐无完吼啊，是不是？一挂交通号志啊、潮化线啊、也画设会当来改变，改变这用交通拥塞的问题。所以讲，我整体起来，我都是有提出吼，凤山五条通啦，五条通，新经济五条通，下面五条通的都是第一个河岸要通、交通要通，好、哦啊，还有我们的经济要通，还有以及这个享誉要通、天空要通啦吼，度假公园河岸就是咱红山溪顶底吼，要杜绝脏乱臭啊。我过去有去过京都、京都的鸭川，我认为讲红山溪有安尼体质会当真侪，敢那是鸭川同款会当吸引国际观光客，底下会当接近啊，会当休闲的好所在。啊，经济呢就是全面招商引资，增加就业机会。咱今嘛吼红山每年一个大代志，
就是地下化完成了，咱的红山新车站要安怎行？方向是安怎？我认为讲吼，红山有上好的地理条件，咱吸引到，就是为台南来、为屏东来来遮消费的。吼，啊，看到国际案例，就是讲一个叫 CBD 啦 ，CBD 是核心商业区的艺术，有消费中心。整个车站的站体给很多消费重镇吼，将最这个凤山新车站成为这个南台湾的 CBD 啊。当然，最近空气的污染的问题嘛，我们认为讲这是产业转型的过程，那么要真加速的把空气变好清气啊。以一寡电线啦吼、电线线吼，还是讲电话线、有线电视，要全部都要下地，要把电缆变不见，让天际线可以打开啊。到底家里人都一旦看到。金水的那个蓝天啊，然后啊，当年嘛，就是另外一部分，因为168，我们主张跟刘天林立委吼，起码竞选市长，作为推出来这个现金补助168，第一胎第一胎10000，第二胎60000，啊，第二胎之后每个月8000呐，吼，补助到2岁，啊，当年都是度假公有交通哦，未来红山马的大发展哦，你看第五个开始有捷运黄线的这个建设，一直烫到对，烫到这个交钱下去。五甲路到南京路，再走澄清路，一直到交城去。你看，规个红山任督二脉都是靠在捷运来打通。未来要去捷运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交通黑暗期啊。这边要怎去面对？对，咱要先思考底头前。一旦到时阵时阵面对到先，再来讲，咱就开始预测讲，迄个时阵要安怎来改善讲交通黑暗期，这个必要的时候。要怎么去解决啦齁，所以嘛是咱等于讲未来齁，红山啊为卫星变都心，嘿是一个真大方向，所以我提出个新经济五条通、凤山五条通安尼概念，咱等于讲未来文件方向甲大家需求齁，这是我的规划。嘿是我想齁，这真正拢环环相扣啦齁，你甲看交通有哪有关系啦齁，啊个交通和空污是有关系，比如讲啥啦，吼、咱过去咱高雄是一个工业都市，啊工业都市算讲大家吼讲较欠啦齁，啊之后都要写徛咧20栋吼，即之后都换之后都要徛咧超17-18栋吼，所以讲这可能会造成的污染吼，啊个有包括讲如果交通会当像台北吼遮尔好啦齁，台北起码讲吼伫10几条、17-18条以上的这个捷运吼，拢安尼通来通去，一个公车捷运真方便哦，所以讲像咱高雄即马嘛是即个要建设关键期，吼，你要看咱高雄市的过去国民党执政时代，较无啊多从北轻南吼，你要看到今咱还两条捷运，啊个勉强一条轻轨，然后所以讲呢，即马咱吼啊，咱嘛中央嘛已经过吼啊，即个前瞻建设。即、个计划过，就是讲啊，准备要伫2020年吼，啊，咱高雄市要来起第三条的捷运哦，叫做捷运黄线。所以讲，这即马是关键期，即道呐，就讲得到自从得到市民的肯定吼，会当入去机会，当然当好好来监督啦吼。啊，咱监督咱即个市政府伫咧建设的时阵，针对伫红山这段啊，要安怎含？即、个对外交通吼，特别即卖有人讲，说啊，到底是即有要去到屏东，还是即有，还是高铁要到屏东？即中央吼，即、个屏东去屏东，那含中央一个桥的，所以讲啊，红山到底高雄甲屏东的中啊，所以讲咧，即足重要吼。啊，当然像即个志宏讲较济吼，包括讲幼儿啊，吼啊，就叫老，即、个人口老化，即个计划，等下嘛继续甲咱讲者吼，讲即幼儿吼，成功即卖吼啊，刚刚讲。老年化人愈，算讲老人愈来愈侪啊，少年囡仔吼啊愈来愈少啦，囡仔吼啊特别青年人吼，都未爱得，不爱娶某，不爱生囝。咱再讲志宏嘛，伫个旧年吼已经都结婚啦吼啊，所以讲伊针对即款吼啊，当伊嘛是即马嘛小 baby 吼，啊先讲即马即小 baby 吼啊，伫咱高雄市啊，凤山也好，高雄市好，咱免啦，吼有一个吼。哦，囡仔少年人爱结婚啊，先讲吼啊，爱生囝啊，人讲吼，想讲啊，几多家讲生养众多啦吼，生囝咧，还袂有咱国家变成断层吼，因为这咱即马国家吼啊，诶断层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安问题，你啊看即马大学一直倒吼，想要特别关开，咱针对这吼，啊，咱嘛请志宏，先过来甲咱讲一下呢。是，感谢吼，阿龙哥，我是新手爸爸啦吼，所以我甲真侪吓少年爸爸妈妈吼是同温层。拢感觉就讲，生囝诶快乐嘛，感觉就生囝压力啦吼。我记一个数据就是讲吼，伫2016年的统计数字吼，高雄的生育率是偌济？嘿，是1.04。
迄这是什么意思？一点零四听起来刚才无什么感觉，迄意思就是讲吼，生一个都压力就大诶，就不要想说生第二个安尼啦吼。啊，当然过去政策都是鼓励生三个嘛吼，啊，不过从数字上看起来都是大家诶面对问题都是不敢生第二个。啊，通常呢是一点四哦吼，一点四二。啊，国家的希望的目标是一点六的。啊，当然世界可以维持人口平衡的目标是二点一啦，就是讲生两个啦吼。所以讲变生第二个是一个真大的目标吼。变那变生第二个，我感觉第一个就是爱。吼，少年爸爸妈妈减轻压力，所以现金补贴尤其重要性啦、啊、吼。所以讲，那主张就是，第一胎一万啊，当然过去年吼，真济议员第二回开始有滴建议市长啊，市长今年的新的建议就是一二三，第一胎一万，第二胎两万，第三胎三万啦、啊、吼。阿女工这个方向都对，那我觉得更要刺激一点，就是讲第一胎一万，第二胎啊两万，直接现金补助哦、喔。嗯哼，那重点是生第二胎嘛。生了的气嘛，真重要诶。所以讲，咱提出讲未来吼，八千块每一个月诶补贴，不管你是阿公阿妈带这种亲属保姆诶，还是讲你委托专业托婴托幼中心，安尼吼，补贴到第二胎部分啦，补贴到两岁，好啊，衔接整个幼教体系。我那么政府即阵讲，这不是随便开支票吼，那我们请会员去计算叫讲。安尼，这个生养育津贴会增加偌济？地方政府的预算，依照原本吼，基本生育津贴是2.3亿，它虽然安尼提出政策实行了吼，生育津贴增加到6.9亿，增加4.6亿，吼，养育第二胎的部分都是基本1.7亿，增加到15.7亿，增加大概是14亿，拢总加起来啦吼，增加是18.6亿。18.6亿，啊，总共些预算偌济？就将近1300亿，所以讲18.6亿大概占总预算的1.43%。啊，这那门工啊，钱安怎来？其实都叫我有讲，这是阶段性的任务。哦，为甲中点哦，杨秋新县长啊，当局市长哦，等等，这几年个转型啊，灯棍，嘿，基础建设创好，解决饮水的问题，啊，公园绿地做好。嗯哼，我觉得阶段性任务差不多了，哦，而且也应该这么做。嗯哼，啊，下一个阶段，咱两个面对中零号的问题。从过去第一阶段转型任务过程，因为有台下解决饮水问题，要可以治洪水嘛。嗯哼，动辄5亿、10亿按那里开。嗯哼，哦，这个解决人民的安全问题，这个优先。对，这完成了这样。那接下来其实就不一定要再花钱做这件事情了，所以预算可以做一些重新调配。嗯哼，就讲关医生，就不来讲面对人口增长的问题，我们要。刺激方案，用预算去补贴，减轻那个爸爸妈妈的这个辛苦压力。吼，当然，这补贴表买好，少年爸爸妈妈工作机会要增加，薪资要增加，所以讲全面招商引资都是养育168政策，环环相扣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全面招商引资要按哪来处理呢？啊，我甲赵天林李伟有共同证件，就是讲吼，未来应该爱伫市长室底下直接设立一个招商办公室，由市长来担任招商办公室的主任，一概念，直接做统合，缺水给水，缺电给电，缺土地想办法协调土地这样，好，想那不要那用市长的管道可以处理这样代志呢？我记者咧，高雄就在工业区的加工出口区经济部管。还有经济部工业局所管的这个工业区，好、嗯哦、啊，还有不管大发，不管凤山工业区、骂、嗯、屋，未来这个核发产业园区，可能是地方建户在经发局所管。如果是依着地方政府的经发局要去统合的话，这地方单位会被差别了。所以说一定要以一个城市修订为管道，去主持安内会议，去接他们安内需求，这吼再让吼中央甲地方的所有的行政程序简化。让行政效率可以提高，再一档金价达到招商引资，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提升这个薪资这样的方向，再一档达成。好、哦，这是好少年爸爸妈妈变康亏时阵，吼、哦，有一个新的目标，故有新的收入，啊，较侪收入安尼。嘿，是，好，我想吼，最后就是有听见这个，自从一对这个吼啊托育的政策吼，幼儿政策啊，算讲有哪有诱因，然后有人在讲这个
这自从把新手爸爸啦齁、嗯、所以讲呢以讲这讲伊的体会出来就是安尼齁，所以讲咱会当安尼来做齁，互人家互少年人家结婚啦、啊、因为伊主要你若有赚有钱齁，人就家结婚就家生囝齁，啊政府更加上政府安尼这个先讲到站声一个，到站大一个吼，啊，咱就有法度做好。啊，无咱即马吼，咱先去困一下，先听一条歌曲啦吼。啊，讲半点钟啊啦吼，啊，咱等来下过来听伊讲吼，针对老人啦吼，啊，咱即个节目那真侪老人老辈咧听吼，少年人出来插政治，唔是讲拢无爱插老人啦吼，但是讲爱对着咱即个老，因为咱即个老人吼，即马老人的社会，咱拢特别爱注意吼，啊，免那照顾老人吼，啊，好少年人啊。会当放心出去来拼事业，安尼来收听这首王力宏所演唱的歌曲《坚持》了，开个来讲。在我等我呢苦，看袂着，行着一步是一步，雨水若落，已经压干阮衫裤，一阵风，只是予阮的心境加坚强，成功的背后，不知有偌多苦楚。阮选择的路，一定坚持到成功。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着好命，阮是用命在打拼。不惊失败，慢慢向前行。阮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就注。阮的在我等我呢苦，看袂着，行着一步是一步，雨水若落，已经压干阮衫裤，一阵风，只是予阮的心境加坚强，成功的背后，不知有偌多苦楚。选择的路，一定坚持到成功。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着好命，阮是用命在打拼。不惊失败，慢慢向前行。阮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就出。阮的命，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着好命，阮是用命在打拼。不惊失败，慢慢向前行。阮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定就注阮的命。
好，谢谢啊！这首歌叫做《坚持》哈，选举啦哈啊，出来插政治哈啊，真侪代志需要坚持啦哈。包括讲咱看到过去有真侪人，就是因为有寡代志无法度坚持，所以呢，可能哈啊，可能无法度行加上尾哈啊，搞不就真危险。所以讲啊，那么这首歌叫。希望讲吼，这个志宏好诶，这个吼啊理念坚持，以后要坚持，因怎啊真少年，然后含一挂老将避开吼，爱真少年，啊有一挂好吼诶，这个理念加伊诶这个抱负吼嘛，希望讲以后如果得到市民的肯定吼，买当容易比较坚持落吼，无受到任何因为政敌吼，所以讲政敌吼，权力就是很大最大的春药吼，就是很多引诱啦吼，所以讲希望咱坚持好。咱今物正来这个主题吼，咱来讲到啊，拄只讲每个老人的政策吼，咱这个高雄市吼，包括讲嘛是真侪老人啊吼，啊有哪真。以前呢，我一个问题吼，包括老人都有牵涉到疾病啊吼，牵涉到这个吼长照哦，即马政府要做这长照或者咱高雄市嘛是面临到这个问题吼，咱来当来，咱即马来听志宏伊的这个看法啊，个如果讲得到市民的肯定，阿伯阿那监督政府还是建议政府安怎做啦吼，来听志宏。是，感谢，感谢咱们个对照一首坚持吼，真正是上大的鼓励，算计过点吼，真正是大家拢是为。再去表个暗暗的吼，现在高嘞，就需要体力的坚持。是啊，因为早上去过点，咱拢知影讲，我常常去接受到拢是真侪时段，是拢伫厝较济啦吼。是，啊、看到这社会百态，哦，看有当下滴因家因和少家时阵看到，可能一个家伙内底，老大人的两个嘛吼，伫厝内啊，可能环境无啥清气，哦啊，外口门口口。顿就这物件，哎、啊，有点卧病在床的风险，还有状况吼，嘿是，阿弟出来啊呢，啊可能成为独居老人啦、啊、吼，所以讲我等下想讲吼，啊那状况，其实对老的人来讲，到底伊伫年岁较大的时阵，一过点吼，伊是虾米心情啦、啊？我有当下甲真侪时代开讲吼，我就有听到一个声音，阿妈想着讲，应该上大的迄、那个。爱去解决的是老大人的尊严，嘿是，因为可能吼，等下讲吼啊老唔认老啦，即款话啦吼，咱安尼讲，其实吼，真侪时段一直少年时嘛有梦想咧，嘿，我估计咧吼，有一个电影我可以看过，是欧美片啦吼，就最后马拉松就是以前世界第一名一个马拉松选手，啊伊年岁真大啊吼，啊都。伊都是送去安养院，啊，刚刚是快被遗弃的感觉，这样。嘿，是。啊，伊安养院来的就是爱上一般的迄种课程嘛，也干嘛讲没关系，伊希望讲会当找出着少年时阵迄种尊严，就开始重新练跑步，参加马拉松比赛。啊，就开始练的，伫迄个安养院来的，你练的时阵，人家当作笑，你是安怎？很大，很老啊，特别底下跑步被冲伤，你干没有什么代志发生哦？不管是透风落雨、落雪哦，拢伫外靠安尼训练跑步安尼。啊，最后伊吼，迄坚持就是。感动到伫安阳院内底所有的人，啊，好，安阳院内底的人吼，拢去想要找找个少年的时阵迄个梦想，想要过来一遍安尼啦吼。所以讲最后一场嘛，迄个就是一个国际马拉松比赛嘛，走好了呢，啊，得到所有人掌声。啊，看这电影，我想讲，安尼老大人伫年岁真大的时阵吼，伊的尊严真重要呢。所以讲，尊严要安怎来重新找找，就是讲爱有同温层概念。同时就是讲吼，像日照中心，这些建设都是公司的嘛吼。其实日照中心有伊个话意义，就是讲吼，吼真济老大人共同底下生活，共同底下公告都对吧？讲少年时偌老啦吼，啊，迄东西伊拢做下种啥种啥，其实吼，安尼吼会当顾着老大人的心情，可以有尊严啦吼。所以讲，举办的共同聚会像即马吼，其实一定有去做，就是老人共餐啦。看。市会区公所啊，甲每一个社区里来吼，拢合作活动中心，每一礼拜固定的时间都老人共餐。啊，嘛有真侪里长真认真吼，啊，服务着老大人。比如讲，伫办公里这個，有做环保圣诞树，都是由这個谢秀霞里长领军啦吼。啊，嘛有伫这个嘛是红山的这个文山里，你结合着地方。在这便当店，他们做这个独居老人送餐，每个月固定的这个数量吼，啊，送餐吼，这个独居老人啊，这是咱文山里这个米莱贝山里地位啊吼，这个黄慧玲啊吼，
啊，甲在现任里长苏天齐啊共同吼，啊咱来甲老大人吼共同合，甲这便当店共同合作，送独居老人餐，吼因会当解决伊用餐的时阵拄到一寡问题吼。像这些都是整体社会进步真大的观念甲做法啦吼。那是政府提供一寡资源，提供啊这在地日照中心吼，啊而且社会，够你来里长。是讲林长、志工，拢甲所有的社会每一行业来合作吼，都可以让这个老人、这个长者啊吼，拢会有尊严安尼。啊，其实嘛有一个观念嘛，是爱改变我认为讲吼，就是起码因为少子化关系，甚至学校是有闲置空间的，是不是？一旦吼，就是运用学校的空间吼，刚才哦，日本那种共生家园的概念嘛吼，对吼，老多人会当地闲置空间上一挂口。像刚日照中心盖的嘛，通温层啊，火箱会当开杠胸口啦吼，啊，招水过去少年时阵的梦想，啊，买当好小朋友混练功吼，怎么样跟长者一起生活，一起共用校园安尼概念，啊，当然这是一个观念改变，因为真侪爸爸妈妈会认为讲是不是会有危险啦、安全的问题啊吼，这是真需要社会沟通，吼，啊嘛需要，起码我怎样讲大同国小。嘿，对，都已经有安尼，主要是大同医院的，大同医院哈，啊，结合不过医疗的系统啊、资源啊，吼，都来当使用这校园空间，因为这使用不是暗时啦，吼，都是日时啊的时阵，都底下上课程，哦，啊，有一些才艺的学习啊，我等下马上教安那用手机啊呢，嘿，对，不要那安那教孙那视讯啊，用脸书用那啊那啊吼，对，啊，所以讲这嘛是拢进步啦，我员工老多人。在这长辈吼，在这年会较大的时间内底吼，会当找着共同年会安尼朋友共同聚会吼，互相讨论啊开讲，少年时的梦想吼，找出尊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嘿，是，我想吼，这其实吼啊，拄只吼，包括拄只讲较济，包括讲吼，对各项的经济，对各项的空气污染，对幼儿政策吼、托育政策、老人问题吼，这其实吼啊，恁咧讲起甲听起吼，啊，我是甲讲吼，伊算介实际，因为志宏吼，嘛之前嘛伫市场些做工课过，伊嘛分析过一寡大数据吼，包括讲啊，即卖很林高雄市场局。市场单局局者啊，啊，即马咧做，那一步一步来啦吼。当然啊，咱高雄市无都像台北的资源较好，啊，所以讲呢，这一步一步来，有可能会当做到的吼。啊，若无有诶吼，有诶人就算讲较搞碰风诶啦吼，啊，就叫人即个吼证件叫人写写诶吼，啊，到底吼，有法度做到，无法度做到吼。啊，当然像议员尔吼，啊，算讲嘛是爱。伊个即就是咧监督政府，然后即种有可能来做着啦吼。来好，阿伯咱即马过来轻松来开讲者讲，啊你是安那吼啊，有人有好奇讲啦吼，啊你是安那吼，高雄市较济区啊吼，啊你无选较高雄市都会区个所在吼，啊你要去拣红山啦吼。当然啊，我拢进前老议员来，我拢会问即个问题吼，进前有人选前进前零啊吼，即比较哈高雄个多。即、这个吼都市啊，吼当然红山嘛是算大区，因为过红山嘛是即个行政中心啊，吼啊，咱即卖行政中心嘛伫遐，啊，谁啊你要选红山诶即个概念啦，吼，甲咱红山市民吼，安尼红山区民，然后过会讲市民吼，啊，甲咱高雄市民讲一下安尼。是，其实吼，即红山就是即卖上大区嘛，都会区啦吼，所以讲因为那那些召集站吼，真侪声音都要起码讲区啦吼，因为合并了行政的体系变作区啦吼。其实真侪老红山人吼，嘛是因为红，嘛是你叫红山市啦。你过去就是高雄县的都心嘛，县政府的所在嘛，政治经济一个上重要的中心安尼啦吼。那么因为关系合并，当然就变作区，好像地位就有点降了。啊，所以讲吼，起码嘛是。红山都是今嘛上大区，都是今嘛的都会区。当然过去的基础建设可能无像原本的高雄市汉尼好，啊，不过这几年的拍拼啦吼，因最本的改革区有保业李志宏池啊吼，啊未来区要去开始要做，就是讲吼天际线，吼就要点缆啊、电线啊、吼电信线啊、吼弄下地，这东西基础建设是要爱去做的代志。嘿是。想要咱要选这区吼，我讲今麦就上大区，这是新旧共荣的所在。吼，啊，红山嘛是一个吼，多元包容，吼，真侪少年人会当发挥梦想的所在啦。你看今麦有上新的卫武营艺术中心底下起，明年都要来开始，
音乐嘛吼，最近开始有一个音乐班的学生去看来这些场馆、嗯，啊过去哎，去年年底嘛有这个吴念真的绿光剧团来演上演《人间条件》吼，艺术文化都开始在被红山被发挥啊嘞，所以讲吼，我认为讲红山起码上大区是历史的所在，嘛、是一个新的所在吼，我认为哎，我赶快的思维。就袂当像过去可能讲的红山都是治安不好啦，红山就是买票啦，拢、是干嘛政治恶斗啦、歹看啦、吼、歹听啦等等、我感觉这些拢爱过去。那要迎接一个新的未来，就是讲红山一定要红起来，啊，撑起来，要从卫星变成都心。嘿、是，所以讲呢，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概念，当一个或者城市翻转啦、吼、因为红山啦，这吼、过去是管区的吼，啊，大家听着啊，红山过去有人讲，即有网友讲过去红山真嗨啦吼，真比这个吼真嗨啊，交通算讲真乱，包括讲之前讲，咱免啦改善一交通，比如讲伊的这个动线、插花线啊，像讲红山即马佫有一寡吼过去，含咱高雄市较无进步，所以比如讲。像讲吼，这卫星电视不，这个有线电视的 cable 线，吼、哦，即卖个招顶面啦吼、我想会当像咱高雄市，我去到啦，即甲中庭这市场的时阵，然后，和咱高雄市所有的一个这有线电视的这个线吼，拢招光纤，拢招头卡，安尼算讲，就比较较袂较脏乱啦。有些即过去我嘛在看有线电视的吼、我看了一个水银灯顶面吼，敢那肉脏干的。一看吼，作乱的，所以讲，以后一步一步来啦吼。个吼啊，过去阿伯，当然市长咱叫伫即十一当来，我那真认真吼啊。包括讲，即个水啊的改善啦吼，下水道啦、污水下道、雨水下水道，拢等等拢来改善个真好。所以讲呢，咱嘛真欢喜啦吼啊。即志宏吼啊，对着红山吼啊，有真即个。热情要服务吼，啊，这个参与公共事务就是要有热情嘛吼。啊，那无像我讲的讲，有地方的这个经验，个市府的经验，个民意代表者的经验吼。啊，即卖民进党执政啊吼，中央这么侪部会吼，因为我都得去就好啊吼。啊，以后得准备伫台北吼做大官就好。所以讲，伊留伫高雄咧服务啦吼。啊，当然咱会当来改这个吼肯定吼。来，啊，即卖过来讲吼，红山吼过。最后，阁有一个讲个较深入的，讲红山溪吼，拄则讲红山溪整治，啊，这到底是要安怎实际咧做，互咱甲咱讲一下呢？是红山溪整治吼，就是爱有、我的理念嘛，有水的所在爱清去，该当接近啦吼。哎，中文叫做吼，有水的地方要清净与干净，干净与清净啦吼。是啊，所以讲整治吼，不要讲整治，就是先找到污染源吼、第一污染源就是工厂，这个污水排放过去个。红山可以当作镇高啊，滴摆许垃圾水入去吼。嘿，啊，这是工厂工业污染源啦吼。这爱这个我认为讲，政府要严加查缉吼，就起码一定要这可能在明察暗访吼，查了警这都开罚了吼，应该要这个强力查缉、强力开罚吼。但是强力开罚之后，那马上想讲，尤其是过去三秒不给我。过程当中观念无遐尼进步，所以讲无去用这物水处理的设备嘛吼，是不是？当棒子下去之后，同时思考萝卜这件事情，好、就是讲有没有可能辅导改善、这些辅导改善这些那个上游的工厂业者了吼，他们可以来做一些污水处理的设备，让他们在物水吼一旦先经过处理掉，看安怎接去掉物水处理厂，好、啊或者处理掉再排出去，好、这是。一个在工业污染源的部分啦、另外都是家户污染源，都、就是，起码吼，咱洗手、洗脚、洗菜，水拢从排入去，迄个红山溪内底，是，起码其实因伫红山溪看，佮有一挂迄个排水坑吼，拢会安尼污水拢排入来吼，是，啊，污水下水道接管都是真重要的一个阶段啦，嘛是城市变作卫星，变作前期真重要的基础的建设安尼，即嘛要加速，吼，啊，这做了了，红山溪变前期啊，了就是要。打造清水空间，我估计咧，京都鸭川咧，过去嘛是江洋发江商发展了，行到鸭川嘛是算生命历史之河哦吼，就垃圾的啊，污染啦、啊，京都人都希望讲，因迄那染布过程需要干净的水吼，希望鸭川变干净，故意下起去倡议啊吼，所以讲因咧开始交通变成地下化，吼、啊开始改善这个水，让水变干净、开始即马都是。每一年到四五月时阵，有京都那凉爽啊，真侪国际观光客底下佚佗的时阵吼，一定伫京都鸭川畔
喝上一杯咖啡，吃何时会当甚至会当经过鸭船，就是经迄个酒头经过鸭船安尼啦，中间会有一些石头步道安尼。其实这都是一个理想的溪水应该爱有的一个环境啦吼。所以讲啊，变成啊变成去啊个变结冰以后呢，我更有一个愿景，希望讲吼，红山城真侪历史古迹文化的所在吼，变作一个博物馆。唔是一个起，唔是起一个一栋硬体建筑博物馆概念嘛，是讲把原本的历史的古迹，加做博物馆的展场。好、哦，按、观念其实台北开始有一做，其实这嘛是国际世界的潮流哦。我举一个，我三四年前有机会，就是甲当局市长做去北欧参访，有去德国汉堡参访的工业城市，转型了，因是安怎去整体城市的治理甲转型，吼、汉堡港外靠近威廉斯堡，迄东西吼，规个德国工业化最上发达的时阵，所有世界的劳工拢去遐做工课，都、是到底汉堡港外靠迄个沙洲威廉斯堡，遐迄东西有叫做联合国之车，七十几个国家诶人伫遐，对。但过随着这个工业环境转型了，一些工业港可能转型成一些生活宜居的港口，吼，一些老旧码头设施开始转型。原本去威廉斯堡开始嘛无遐尼侪人啊，因都规个国家吼去想讲，要办一个世界建筑展，嘛唔是伫一个先展览馆内底哦，因的观念就是把这个城市当作建筑的展场的概念，都是加上新的设备，不管是最新的太阳能发电或者是那种藻类发电等等的吼，在那边有全新建筑的展示啊吼，都是加下期当作一个登顶的一款。所以我认为红山安尼条件有这历史的文化，会当未来真多，都是这个天然生活博物馆，会当好各式观光客来家沿着凤山溪去旅行，这是我想推动的。红山可以清洗掉干净的，他们可以沿着凤山溪去旅行，可以吃在地小吃，会当欣赏到两三百年来这些历史的古迹文化，吼，了解咱台湾的传统的庙埕。有没有文化是安怎？迄个书画店是安怎？这东西也当去做啊！暗时时也当去对呢，也当去慰问艺术中心啊，看一出很经典大戏。不管是台湾传统的歌戏，还是讲像这个有水准这种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安尼剧场的表演吼，这东西也当伫红山诶一个旅游的一个方式。这是我的梦想。是我想吼，红山不是讲为一般那个大东艺术中心呐、吼，就那中心嘛是真好吼，一个真好啊，人要表现啊，团体要底下表演诶，一个所在啦吼。好啊，所以讲啊，这个吼，一个自从真正是读海洋的吼，最爱清气。虽然讲红山无海啦吼，但是呢啊，只要这个客家地理好清气，到尾嘛是要流出大海啦吼。所以讲呢，这是一个真好的概念吼。后来啊，时间呐差不多啊啦吼。啊，最后来讲吼啊，这个。这民进党这吼来选参选议员吼，这是安怎参选然后啊不是党员投票然后啊这个这是安怎参选啊？那如果讲电话民调啊，咱要安怎讲吼？咱请志宏来甲咱讲一下安尼啦吼，这真重要吼。是，嘛是讲这样是实啦吼，就是因为真侪理念吼，希望争取每一个人会当认同甲支持。啊，不过这民进党初选的机制都是讲全民调啦，所以打电话去恁厝来电话哦，问讲吼。你敢唔知影讲虾米人要参选市议员？吼，啊，有两名出来嘛？吼，啊，当然嘛，问你这是公司还是讲徛计定位安尼啊？吼，啊，这都是安尼，徛计定位才有效，公司定位是无效的安尼。好，啊，就讲有虾米人啊？第一集是虾米人？第二集是虾米人？当然，咱希望讲吼，会当认同志宏安尼理念吼，会当讲唯一支持吼林志宏。好，啊，其实。这个专民调就是一个社会的联动的一个趋势的分析啦吼。啊，起码这都无迄个东莞岛，东莞投票起码拢是以东一个选举为主。啊，起码公一个选举吼，初选拢是用专民调。啊，目前红山以我了解吼，加上现任大概有九个人要进行初选，要选出五个人啦吼。啊，所以讲唔盲讲听众朋友会当好些人一个机会。好，咱有完整的这个民意机关跟行政机关的经验，希望会当吼未来好好发挥来做代志。啊，
嘛希望讲红山吼，真正会变红啦吼，凤山要红。啊，当然咱有是新人加权，这是一个鼓励，这是民进党对新人吼，较无第一名都一个鼓励啦吼。啊，不过这是一个鼓励性质，我嘛是爱看李金拍拼。我即马吼，红山县哪里我用走诶，走好乐车车叫啊吼，即马已经走完42里啊，总共走过80公里。我去记录个咱的走的里程数啊，那80公里。何必来？我希望讲会当76里隆重对乐车车来走好了。卡斯五天的朋友看到那一旦好像刚加油一个嘿是我看好这些笑流那些引导啊吼啊算讲大家吼啊的听众朋友介意别在什么人吼啊的介邀请啊人就无去也冇那边来吼啊但是呢这道啊昨我看报纸吼竞争真激烈啦吼啊所以讲啊人嘛唔知讲什么人和什么人，把咱就来遮进来登天吼啊所以讲呢真激烈啦，少年了那真济吼，包括讲啊我那有第三势力要出来啦吼啊咧那真激烈吼，所以讲呢咱听众朋友吼，咱得那刚刚这个袂歹吼，咱接到电话来安尼甲回答，所以讲吼啊因为竞争啊个。老将有那真优秀啦吼啊，即马现里面有那真服务真好，有那即个做了袂歹，所以讲呢，啊，咱就只要那个回答。好，今仔谢谢，真感谢志宏来即个节目中啊，来甲咱吼啊，互咱了解伊的即个参选理念吼啊，当然咱嘛希望讲吼啊，日后吼咱也伫街啊路看到伊啊，咧即个吼咧挥手啊，好啊。